的这个王师王雪弟，一个没问题。我们女儿是怎么的？我们是穿的黑袄。这安美姑母啦，吸过来。安美姑有来到了，我有安美姑啊，吸的。哎，哈喽，帅哥，你照相吗？好，过来过来。亲个亲。哎呦，可以可以，哎呦，随便说说，真的做。快点来，再一次吧。真的就是他，我说那个五点钟可以了。弄错了啦，这个地方。对啊，开枪。哦，这个那就要半身哦。爷爷康熙，所以说甘愿在碑的背面题上了一首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从右手边看。向某山阴千里行，轻而得胜且平生。风华自惜春佳丽，伤有余金尽盛名。竹虫春烟偏淡道，花池气日尚芙蓉。临池留得龙跳法，聚送千秋不一平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乾隆皇帝想表达意思是他一向仰慕上这里走啊，似乎就是说是在镜中行啊一样的美丽龙跳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这里有他爷爷康熙皇帝以及自己的一个墓保留在这里，他们呢我们又称为是真龙天子。
阿磊哥啊，拖到阿磊手指喊大了，动大了，动大了，啊！阿磊哥喊有福气哦，动大了。嗯。啊。这个讲我不讲，打开山我买啦。好。点点好了，木管多，其他我也木管多。我们男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、哦。女孩子最好点不要给他懂到。也就是啊，也就是用因管理的呢。严重的啊。系啊，去每下动体几样，动体几样会蹲体几样会残损啊。那么怕的。小巴巴可以下来，小伞。好可爱的小伞哦。看下来，哎，看下来。多少钱啊？可以。这次多少钱？啊，十块钱底。公公出去啊！刚刚出去、啊，要摸字体的公公出去。嗯。用完工，完工。日本的啊，完工。时间到。我的样还贴在你脸上。